好，演艺圈的消息，闪亮三姐妹的二姐小珍被曝说她罹患癌症了，两个月之内呢暴瘦了有10公斤，但是呢小珍不愿承认，传说是因为消息曝光之后呢，前男友洪承洋就私下说是小珍在炒新闻，一定是有人恶意的重伤她。她说我没听说过她有什么癌症，人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很独立的，那么君颖从来不给我知道，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。那么整个这个说法呢，就让小珍非常的伤心，所以也不愿对病情多提一句了。